哎，你看，你还有别的什么心思没有？别的心思啊，那天小四儿过生日，这不是有个变戏法呢？哼，让我一下就想起张荣国来了。他们那个班跟我感情最深，记得吧？他老带着他同学一块上咱们家来，啊，那张荣国就是喜欢变戏法儿，下课变，哎，有时候上课也给同学那儿变，我一生气我就没收，啊，扑克牌、乒乓球，哎，还小镜子，我都没收完了，请家长，哎。后来那孩子进步特大，一下就懂事儿了。哎呀，最后当了班长了。哎呀，好多年呢，他都是联系着同学，每年都来看我。哎，后来我说别来了，哎，那么多同学都搬得远着呢。还没回来，还得带东西，有的生活挺困难。我说别来了，忙你们自己的，别惦记着老师。哎呀，都不知道什么样了，我这再见一回，你就跟张荣国联系就行，他们都有联系的。这事我来联系。妈，哎，您什么时候见他们？我陪着您呗。好，你陪着妈妈。小时候瘦的豆芽菜似的，你看他现在胖了吧？是是是，你们怎么今天还都穿成这样了呢？我们准备了几个节目，想为您做一次演出。还给我演出啊？好好，我要看节目。好。对呀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来，我们坐下。哎，王老师，您坐这儿。好好，我坐这儿。哎呀，你说。哎呀，真是！王老师，哎，这好长时间都没看见您了。最近您的身体还挺好的吧？哎，这是明显的不如从前了。啊，哈哈！哎，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又是你联系的吧，张荣国？啊，是我。文老师，啊，好几年都没见您了，真想您。你老不让我们去看您。哎，我呀，这不是。觉得你们都挺忙的，都有各自的生活，不愿意让你们把精力花费在浪费在这个关系上啊。老师心里有你们就行了啊。哎呀，你记得吗？那会儿啊，张荣国带着你们几个。啊，跟隔壁二班的打架去，记不记得？受了个记大过处分。为什么打？知道吗？记得吗？就因为啊，人家隔壁二班的一个学生，也是个学生头，他呢就在学校里散步，说文老师啊是学校最穷的老师啊，全校老师都有手表，就文老师没手表啊。赵荣国气坏了，带着你们找人家算账去了。谁说文老师没手表啊？文老师手表不戴在这儿，文老师戴在这儿呢。啊，我还记得有一件事儿啊，就是有一年冬天，咱们班暖气突然坏了，啊，那天还下雪，然后咱们班东红老师，我在这儿呢。
啊，东红啊，娇气啊，举手说文老师，我要回家取棉袄啊，我怕冷。呵，这一举手，呼啦呼啦，你们全举手啊，都要回家取衣服。我说那课还上不上了？啊，不许回去取。啊，小孩子就要锻炼意志，应该坚强。啊，别一冷就得赶紧就得穿，怎么了？张荣国，给我带着同学操场上跑20个来回，你们就这排着队咔咔在那儿跑，结果倒是都出汗了，第二天都感冒了。校长只找我谈话。哎，我那个时候啊，也总是想把自己的观念，认为对的观念，总是想要灌输给你们，叫你们记住啊。其实现在想想，老师的观念有些也不见得全是对的啊。老师也应该跟着学生们一起成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老师也有犯傻的时候。
头谢惠顾，你就来晚了，那也得空谢惠顾。生命里每一次相遇，我都珍惜，放在回忆的字幕里。给文老师打电话没？昨天打的。怎么样？哎呀，那能怎么样？说话有气无力的，像蚊子声似的。要不咱们看看他去？孩子都在家里陪着他呢，咱们俩这时候去，是不是有点添乱呢？我还很喜欢他的。校长啊，现在呀，好，好，我们俩马上就去啊。哎，这讲什么？韦校长让咱俩现在就上他那去。现在就去啊？对。老吴。韦校长。老周，孩子们呢？啊，都出去了，都叫我给打发走了。我想单独跟你们俩人得告个别，嗯，哎，我让我大儿子给你们俩人买了个礼物。麻将牌，希望你们俩人一定要和新朋友一块儿玩儿啊。我和王大姐听见你们打麻将的声音，我们就知道你们身体还硬朗，脑子还好使，我们会高兴。啊，别老一天到晚回忆我们两个啊，最好把我们俩人忘掉啊。一定要找新朋友啊。哎，再有就是最后想请你们俩人帮我个忙啊！啊，老吴，你说啊，别人都帮不了啊这忙啊，我呀，老早就买了个摄像机，想给孩子们留下点儿画面，多少回晚上自个儿在屋里打开
刚一叫孩子名字，我就说不下去，不好啊，我不想要那种风格。你们替我出出主意，我得让他们看见这个图像的时候是高兴的，啊，不愿意他们悲伤，不要悲伤，啊，老吴，啊，老周，啊，我想一想，啊，别哭，嘿，我都不哭。没劲儿哭啊！别在这儿站着，这么多天了，妈的事儿告诉大俊吗？反正这些日子你不在吧，我跟马俊说姥姥身体不舒服，你去照顾几天，反正我是这么说的。妈那病到底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啊？跟大俊说吧，反正他也得去看看姥姥。嗯，先说说财产方面的分配。现金部分啊，我大概有个38.7万啊，老大啊，原本是平分四份儿，一人一份儿，你们四个。后来大哥说他那份儿不要了，他那份儿给苏妍啊，所以这你大哥去帮着你们三张银行卡啊，回头你们分头拿走。这是存款啊，我说完了。
再就是我的遗物啊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啊，手上这俩镯子都是你王阿姨送给我的，这个是他们家祖传的，他母亲传给他的，这个是足金的，也不便宜，新买的那个貂皮背心儿，那是我原本送你王大妈，但没想到他走我前边了。这三样东西呀，黑头老大帮我寄云南，给王大妈小儿子寄去啊啊，再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房了，你们四个人一人四分之一啊，现在康康还没结婚，住在这儿，你要是有一天不愿意住了，你就出去租房啊，还是买房啊？啊，你们就可以把这房子卖了，一劈四半完事儿。要是市场不好，暂时不想卖，就先不卖。啊，我也乐意你们在妈妈走了以后还能够延续咱们家的这个传统，抽空就一块儿都聚一聚，一块儿想妈了就到这屋子来聊聊姥姥啊，聊聊妈。这是这房子啊，再就是咱们家呀有一个陈年往事啊，是关于你大哥的，我跟你们谁都没有说过。你们父亲在我怀着康康的时候，在学校里头跟另外一个女老师啊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，这件事儿大伙儿都以为我不知道，咱们家谁都不知道，但是你大哥知道。你大哥在学校里听说了，大哥生气，特别恨你们爸爸。小孩嘛，啊，这就开始不听你爸话，你爸说什么，他就一声不吭，就是不敢不听。你爸说不许下河游泳，脱了衣服就跳进去了，结果你爸爸为了救他，为了救另外的跟着跳下去的孩子，这不就出事儿了，走了。
你们俩人就恨死你大哥了，多少年呢？生你大哥气，觉得你大哥夺走了你们的父爱，夺走了你们爸爸。我不敢跟你们说什么，因为我怕影响了你们爸爸在你们心中的形象。但是你们想想，你大哥那会儿才11，那么小啊，一人也是承受很大压力。我从没跟他讨论过这件事儿。他这看你们恨他，他就跟你们疏远，长大了就离开家跟咱们疏离。现在你们都成人了啊，这种事情你们都应该理解了。你们之间的感情最重要，互相理解吧。好不好？再就是我的丧事，不要铺张浪费，不要墓地啊，我不想再在这个世界上占地儿了，可是也别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江大海里去啊，那样离你们太远了，我看不见你们了就啊。苏妍，你把从我这儿拿走的那个菜坛子给我抱回来啊。妈不是无缘无故买的啊，回头你们就把我那骨灰放在那坛子里头，跟你们爸爸的骨灰放在一块儿就行了。那个大夫那会儿说我超不过半年，这再有个把月就开春了，树就发芽了。哎，反正我是熬不过这个春天了啊，自然规律。姥姥，哎，要是突然到了夏天，您是不是就算熬过春天了？这孩子，哎呦，你这小脑袋瓜多聪明啊！姥姥。永远都见不到夏天了啊。咱们直接过下来啊。
直接给我吓的。楠楠真乖，嗯，楠先生，叫姐姐。哎，思雅，哎，那孩子大名起了吗？还没呢，哥，要不你给起一个吧？哎呀，你哥没啥文化，你自个儿起吧。楠楠，我们让大舅给起个名好不好啊？啊，哎呀，看着妈妈吧。四儿，你快别捣了，你去把那个蛋糕拿过来啊。快去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，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快点！我呀，又乐了。好了啊，四儿，哎，开门去，有人敲门。来了。真好啊！真是，我准备了。哎，大姐，林队，哎，叫林队，叫姐夫。你结婚的怎么能叫姐夫呢？那也得叫姐夫。姐夫的形式已经，你看人这姐夫叫的多爽朗，有小宝贝在那儿呢。哎呦，真好玩呀！下一个，好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来，慢慢坐，慢慢坐，别这样，我包饺子非常好。不用，赶紧的，来。来了就吃现成。哎呀，坐啊！今天有人过生日。啊，今天是我妈生日。那个谁，小翠儿，谁？快点热。孩子们，都快点。小曼，来，让你小叔坐着。那个，今儿呢，是咱妈的生日啊，看看咱妈。老吴，哎，开始啊！已经开始录了，您说吧。啊，开始了。哎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我这一生做过很多次的临别赠言，
师范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我曾经作为学生代表，代表同学们惜别母校。后来走上工作岗位，作为教师，作为校长，每一年我都会在毕业典礼上送一批学生走进大学和走上社会。刚才我和我的两个老朋友周伯伯、吴大爷也做了告别。现在妈妈要和你们说我的临别赠言。不好不好，老吴惯了，我不想哭惯了吧。不好，惯了。好，重来。孩子们，这是我的临别赠言。回顾我的一生，我敢说，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好孩子、好学生，工作以后我是个好老师、好校长，但我从来不敢说我是一个好妈妈。虽然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没有完全注意到你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和问题。我努力想要跟上时代，跟上潮流，跟上你们的步伐，但我往往慢半拍。当我开始理解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常常已经因为跟我交流不畅而烦恼了。我们之间有过隔阂，有过争吵，那是因为我们都太在意对方。无论是快乐还是烦恼，你们都活得很真实。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没有戴着面具生活。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，你们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，但是我敢说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真诚、最完美的关系。妈妈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才发现，你们是我最好的老师。你们让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角色就是母亲，我为此骄傲。有人说，孩子一出生就给妈妈判了无期徒刑，这一生都会无休无止的牵挂。现在我可以放下了，不必再牵挂了，因为你们生活在更开放的时代，你们将会有比妈妈更美好的未来。老吴，老周不好，像做报告似的，是不是啊？挺好，挺好。我看蛮好的。哎。嗯。不好。不好啊。嗯。那重来啊。想想辙。
那你先歇一歇。嗯。开始录了啊！哎，录了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妈妈要走了。比起你们父亲和那些早逝的人，妈妈已经很幸运，很知足了。这个世界已经给了我太多。再见了，孩子们。下辈子，我们会在一起生活的更好。啊，文老师啊，你是不是把最后的一段再来一遍？啊，好，那就再来一遍呢。我啊，好的，那我录了啊。等一下。好好，稍等。啊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妈妈要走了。妈妈比起你们父亲和那些早逝的人，已经很幸运，很知足了。这个世界已经给了我太多。再见了，孩子们。下辈子，我们会在一起生活的更好。啊！你电扇进来了？快！啊！那个风扇进来了，这不是想把围巾吹得更飘逸一些？